爷孙恋破局。曾为小49岁女友吃壮阳秘方男星猛认分手。81岁香港资深男星谢贤是谢霆锋的老爸，风流多情的他曾与女星珍珍迪波拉结婚，但都离婚收场。之后与小49岁的上海姑娘 Coco 交往十多年，但早前屡传二人分手爷孙恋破局。对此他昨晚出席活动坦诚，现在是单身，没人爱，比死还惨。我跟亲友说真的好猛，起床就望海，早餐吃饭都是一个人，好枯燥。现在有工作找我就很开心，因为真的好像坐牢，像十二道锋味。谢霆锋节目有找我录影，赚两个钱自己花。谢贤虽年逾80，但身形保持得很好，而且肌肉结实。他曾表示从不依赖威尔刚，养生之道除了爬山健身外，喜欢吃天然食材进补。其中他爱吃的袋鼠尾巴有强身壮阳之效，让他始终是一尾活龙。